好，我这边等一下会有个大概十分钟的直播的前置作业，啊，就是因为在社团有开直播，所以讲有些重要的东西先不要讲，不然社团人会听到。社团已经开直播了哦，所以有些重要的东西不要讲哦。现在已经在开始了。谢谢。它的蛋白是冰冷藏还是冰冷冻？没有啦，我是说我们直播。要先装一下，看一下我们实际上做的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呢、啊？这样等一下他们来的时候比较方便。
你有手机吗？来帮忙拍一下吧。你就帮老师稍微拍，等一下做下一轮的时候，这边也可以拍，就是等一下再测稍微侧拍一下就好了。好的。后面可以拍身体照。
因为这样刚好可以算一下，就是作业。能够时间表。在吗？可以请他们开这一台，然后开170度，那这台很快，它在15分钟就烤好了。